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10年。110年4月7号，气堵站，15点52分，我们是2734。前往三义港彰化的部员马志扬，好，前往2024年，前往2023，现在只有一组机电工在运作而已，啊，另外一个降工了，啊，还蛮傻眼的。我下面干嘛？咱们多多点我们的，就挂后面，就那种感觉，就再见，拜拜。